liberal-fascism.com。 我铅笔，我的家庭树是由伦纳德编写，我是铅笔，普通的木质铅笔，熟悉的所有男孩和女孩可以读取和写入的成年人。写作是我的职业，我的副业，这是我做的一切。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写家谱？我的故事开头呢是有趣的。接下来，我也是个谜，笔数或日落或甚至闪光更是如此。 但可悲的是，我想当然使用我，好像我是仅仅是事件的人和没有背景。这样目中无人的态度也非常的强我的平凡的水平。这是一种严重错误的人类不能太长时间坚持没有危险。为明智基尔伯特基斯内并指出，使我们灭亡的奇迹的渴望，而不是奇迹的渴望。我铅笔，不过我似乎是值得您的惊奇和敬畏。 我将会尝试证明。事实上，如果你可以理解我，不，那是太多要求。任何，如果你可以成为意识到我所象征的奇迹，你可以说明拯救自由人类如此不幸的损失。我有一个深刻教训，叫我可以叫这一刻比可以更好的汽车或飞机或机械洗碗机，因为我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吗？然而。 这个地球表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是我，这听起来奇妙，不是吗？尤其是当它意识有关于一个核火种15亿在美国每年生产。来接我，我看一遍。你看到了什么？不大符合眼，有一些木材、漆器、打印卷标、石墨签、一点金属和橡皮擦，无数的先例。正如你很远不能回跟踪你的家族树。 所以不可能我命名并解释我所有的前身，但我还想建议足够多的他们，确认你丰富程度和复杂性的我的背景。究竟是一棵树，雪松生长在加州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植文开头我家庭树。现在考虑所有聚合卡车、绳和收获和装车白木，像铁路侧线中使用的其他无数齿轮。想想所有的人和无数的技能。 进入其制作、开采的矿石、钢铁制造的和机械化程序、轴、发动机、种植大麻和带来的沉重和强绳，像所有阶段与他们的传科食堂、烹调方法和提高所有食品的伐木营地。为何成千上万的人在美丽杯咖啡的记录器喝雀首？日志被运往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莱安德罗。 你能想象那些使平车和脑轨和铁路引擎和构建及其安装通信系统附带的个人吗？这些军团们，我的前身。考虑在圣莱安德罗细木工制品，白木切削，铅笔长度木条小于1/4英寸的厚度。这些都是摇杆，然后涂相同原因妇女放在他们的脸上的胭脂。人们更喜欢我看起来漂亮，不是浑身惨白。 上蜡木条和窑在干多少技能走进到供应热、光和电源、皮带、色调和窑制作马达和所有其他事情模要求吗？在我的祖先之间模清扫吗？是的，和包括那些供应模、功率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浇筑的男人。不要忽略本和远处有一只手在全国范围内运送60车的木条的祖先。 一旦在铅笔厂，美元40美元万美元，在机械和建设、所有资本积累的节俭和储蓄父母的矿井，每个连片之后的另一台机器奠定了在每个其他连片领先收到复杂的机器的8个槽。试用胶和放置另一个连片艾特铅加锌，所以说，从这个木头捏3明治机械刻是7个兄弟和我，我铅。 本身，它在所有包含无铅、是复杂石墨开采在西兰。考虑这些矿工和那些是他们很多的工具和纸袋发运石墨和那些是字符串的纸袋庄稼的人和那些把他们传和制造船舶，甚至守护灯塔研方式协助在我出生的人和港口飞行员石墨被从密西西比州的精炼工艺用氢氧化铵是粘土混合。
再如黄化脂添加润湿剂，动物油脂化学与硫酸反应，经过许多级混合物，最后显示为无休止的挤压件，其香肠研磨机器到大小，晒前和烘烤在1850华氏度的几个小时，以提高其强度和平滑度线索的燃后治疗热的混合物，其中包括来自墨西哥石蜡和氢化自然脂肪柔滑度蜡。我雪松漆的六层漆皮，你知道漆器所有的成分吗？谁会想到种植蓖麻籽和精炼蓖麻油的是它的一部分？它们为什么甚至以漆做出漂亮的黄色？涉及多于一人的技能的进程可以枚举。看看标签，这是通过对碳黑与树脂混合应用热形成一部电影。你如何使树脂和什么祈祷是碳黑吗？我一点金属套圈是黄铜，想到排雷芯和铜和那些人有的技能，是从这些产品的自然光泽指黄铜的所有人。我插心上的那些黑圈都是黑镍。什么是黑镍和如何应用？为什么我套圈的中心对它有没有黑镍的完整故事讲义来解释？然后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抽逃成为贸易中插头，哪一部分人用来抹去它使我的错误成为油膏，成分是什么不会擦除。它是所做的反应油菜种子油的印度硫氯化橡胶类产品。橡胶与共同的概念只是具有约束力的目的。然后也有无数的硫化剂和促进剂。腐蚀来自意大利。给塞子其颜色的颜料硫化和石墨被从密西西比州的精炼工艺用氢氧化铵式粘土混合，再如黄化脂添加润湿剂，动物油脂化学与硫酸反应，经过许多级混合物，最后显示为无休止的挤压件，其香肠研磨机器到大小，晒干和烘烤在1850华氏度的几个小时，以提高其强度和平滑度线索的然后治疗热的混合物，其中包括来自墨西哥石蜡和氢化自然脂肪柔滑度蜡。我雪松漆的六层漆皮，你知道漆器所有的成分吗？谁会想到种植蓖麻籽和精炼蓖麻油的是它的一部分？它们为什么甚至以漆做出漂亮的黄色？涉及多于一人的技能的进程可以枚举。看看卷标，这是通过对碳黑与树脂混合应用热形成一部电影。你如何使树脂和什么祈祷是碳黑吗？我一点金属套圈是黄铜，想到排雷芯和铜和那些人有的技能，是从这些产品的自然光泽指黄铜的所有人。我插心上的那些黑圈都是黑镍。什么是黑镍和如何应用？为什么我套圈的中心对它有没有黑镍的完整故事讲义来解释？然后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抽逃成为贸易中插头，哪一部分人用来抹去它使我的错误成为油膏，成分是什么不会擦除。它是所做的反应油菜种子油的东印度硫氯化橡胶类产品。橡胶与共同的概念只是具有约束力的目的。然后也有无数的硫化剂和促进剂。腐蚀来自意大利。给塞子其颜色的颜料硫化镉没有灵犀。有一个事实仍然更令人震惊，大师的脑子里没有人命令或者强行指挥这些无数的行动，将我带到被缺席。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没有跟踪，相反我们找到看不见的手在工作，这是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奥秘。有人说只有上帝可以做一棵树，我们为什么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能制造一，不是吗？事实上
我们甚至可以描述一棵树吗？我们不能，除非肤浅的条款。例如，我们可以说，某些分子配置表现为一棵树。但什么考虑到有没有可能甚至记录，更不用说直接的男子，发生在一棵树的寿命的分子中的不断更改吗？这样的壮举是绝对难以想象。我，铅笔，是奇迹的复杂组合，树、锌、铜、石墨等等。但已添加到这些奇迹，就显现在大自然中甚至更不寻常的奇迹，人类创造力的配置，数以百万计的小项专有技术组态，自然和自发的人类的需求和欲望的响应，并没有任何人类的师傅各家。因为只有上帝可以使一棵树，我坚持认为只有上帝能让我。男子没有更多可以指示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专才将我带入贝比台，可以把分子在一起以创建一棵树。以上是书面的意思。如果你能够意识到我所象征的奇迹，你可以说明拯救自由人类如此不幸的损失。如果你可是意识到这些专才会自然是的自动排列成响应人类的必要性和需求的创造性和生产模式，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或任何其他胁迫策划，然后一个将拥有绝对不可缺少的自由，信仰自由的人，自由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信念。一旦政府垄断的创造性活动，例如作为提供的邮件，大多数人都会相信邮件无法有效地传递自由行动的人。这里就是每个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做邮件传递到世界的所有事情。他还承认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他。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没有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以执行一个国家的邮件传递，不比任何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以使一支铅笔。现在，在没有自由的人民的信心，在不了解数以百万计的小诀窍会自然和奇迹般的形成和合作，以满足这种必要性，个人不能不使人得出的错误结论是可以传递邮件，只能由政府师傅掌管的丰富的证据。如果我铅笔是唯一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性和女性可以实现什么时免费尝试的项，那些小小的信念会有一个公平的案例。然而有丰富的证据，它是所有关于我们和美手上邮件传递是极其简单的比较。例如给汽车或计算机或谷物联合收割机或铣床制作或数以万计的其他事情交货。为什么在这一领域没有免费尝试男子？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人的声音在交付小于一秒，他们是件亦可释方式，即交付在一案中任何人的住所时它发生。他们提供150名乘客从西雅图到巴尔的摩在四个小时之内，他们从德克萨斯州将气体传送到氛围火炉，在纽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的利率和没有获得资助，他们向我们东海岸从波斯湾地区提供石油每四磅，世界的另一端更少的钱比交付一盎司的一封信在街对面的政府收费。这是我要教给的教训，离开所有的创造力豪放，只是组织社会和谐于这一刻，让消除所有障碍，它可以是最好的社会的法律体系，允许这些创意专才自由的流动。有信仰自由男子和妇女会响应看不见的手，将证实这个信念。我铅笔看似简单，虽然我是提供证明，这是实际的信仰，食用阳光、雨水、雪松树、好土，我创造的奇迹。liberal-fascism.com